不要跟我走错路怎么办？我走下来，这边好像是打那个英雄的地方。彪哥，我们要重走啊！彪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有没有什么精英怪？英雄又来了，彪哥上啊！彪哥打英雄，到底鹿死谁手？我打宝箱怪。彪哥英雄啊！不要打那个小猫熊，打英雄，打英雄！我现在的我其实魔法伤害很高，打英雄我也可以的哇！但彪哥更猛。然后我们打完了，所以就可以返回起点了。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再一次，我们先去补血。走错路啦！就我们可以再接个任务，这里有任务吗？那就是 mountain， 赚点小钱，贪财贪财。但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接那个啦，继续打蜜蜂区，那这才是进阶训练币，这里的就只是钱而已。彪哥，不好意思、啊，这一次我们不会走错路了，彪哥。好，走吧，彪哥，不能再走错路了。不霸气，不霸气，走走走。原来还有走错路的问题。OK OK， 我们就只要干嘛？只管往前冲。哦，挡路的稍微来一发，顺便打打小奶狗。哦，彪哥还有在讲话，不好意思啊，彪哥，我赶路啊，没空管你说啥。无论怎样的补偿都无法，伤痛依旧，伤痛依旧，我们的路。持续走，永远不停。有点多，有点多，可能还是要补个血。彪哥，前面是宝藏，宝藏怪，上啊，彪哥！我们现在魔法很强欸，一发就可以灭了一堆。彪哥用尽全力在打宝箱怪。好狠啊，彪哥！辅将，辅将出现了，彪哥，这需要你9999000滴血，9000滴血。哎，他会破盾，他会破盾，彪哥！救命啊，彪哥！你打彪哥啊，别打我啊！我只是跟小敏出来看戏的。哦，换霍斯。哇、哦，很帅，很帅，很帅！哇、哦，换霍斯血超高，我是不是也是那个啊？走不掉的，对，走不掉，无法脱逃。那、哦、我们看，在旁边看戏就好了。彪哥，彪哥，彪哥，我今天血，对啊，这是不可能倒的。我们在旁边看戏，上啊，彪哥。对方在哪？反而是对方逃嘞，逃屁逃！辅将给我过来，让我彪哥好好跟你一决死斗。他跑到绕背，绕背啊，绕背啊，没水准。
那个啊，那个斧匠啊。那个斧匠跑到外面去了。好像还行，好像还行，他有过来一点了。彪哥跑去打幻魄斯啦，好像也是行啊，先把幻魄斯给解决，加油。我是想说休息一下。嘿嘿。还是有问题，还是有问题。这个面包，看来是让你们得见识我。现在的我可是不一样的阿强，燃烧大地，又都复活了。哇！就只管无敌防御。哎，斧匠来了，是不是？斧匠来了，斧匠来了。彪哥上啊，彪哥很凶，彪哥很凶，我也很会绕。武将血还有一半，彪哥反而跑去打幻魄斯啦，双击二斧，有彪哥帮我把一切都给解决了，哇，获得一堆物资，而且彪哥打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，帅，这对他来说不值得一提，哦。打这个就是如饮水一样啊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多说的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啊！真的，人狠话不多，不愧是我彪哥啊 ！respect。哦，跟着彪哥走回来了，还有其他的玩家。哇，还要走很远呢，所以这样出来是对的吧？等一下不要走一走，然后彪哥又要再一次，应该不会，他就说要走回去。跑啊跑，有了。可以看任务指引，没事，看了就怕了。作为诺顿信使的最后任务，我是往这里看啊，那里有个 ID， 哦，来到这里，彪哥去休息啦，我彪哥已经先来房间休息啦，不愧是彪叔啊，哦。为什么我要买战舰？哦，买卖，我们要买卖。啊，不死者的问题交给他们，第二波、第三波都会持续的来，没问题。啊，退下吧，已经不需要你们了。有我彪哥在，
还需要你们吗？也好，彪哥就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休息了，我可以退休了，来去务个农，对不对？杂耍一下，住在旅馆，开开心心，好像也不错啊。我彪哥这么猛，还需要我吗？回来啦，新的不死者。源源不绝，因为需要彪哥啊。十只穿着密银装备的僵尸，哇，又要我出场啦。古墓阴司，前往新的不死者巢穴素食古城。有不一样的地方啦。还没办法接了 ,OK。那这是第五章了吗？哎，忘了是五还是六，好像是六了吧？五是那个吗？对，所以我们这边很会点错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先来看看第六区有的东西，应该还是一样的，先点到后面去看。诶，魔力石碑，感觉就是一个简单小区域而已。好像不太会用到。吃吃吃，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走走那里怎么走。前往我们的古墓区、古城区，先去踩踩点。啊，我感觉我一定走错。还是绕着上面走一圈。哦，绕着上面走啊。啊，再绕过来。OK。好吧，还是可以走，代表我们没有走错。天空有树欸，好大的树。可以啊，我们这确实是，你看那个箭头，我们是走的是对的、啊，是不是这里？你看走对了吧？没跟你在骗啊！哎呀，探险了吗？你看哦，
刚刚也有说精英怪的部分，我也在想。好啦，我觉得先走啦，反正那个任务之后都还可以再解支线。嗯，有没有想说打这里跟着支线打？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来探探路。